真有暗杀这么回事儿？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落实街头了呢。这大王爷救了我，反而被奚落，真有点烫啊！本王今天来这里，啊！你这就是典型的。 帅不过三秒！你耍流氓！你走开！你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为什么要走开？本王还想和你洗鸳鸯浴呢。你不走，我就不洗了。什么人？